好身材小姐姐，紧身短裤，展现修长美腿，走在大街吸引众人眼光。现代女性对美的认知都有独到的见解，打破传统的观念，才会穿出不一样的感觉。看看下面的这一位美女，休闲衣穿出了一字肩的感觉，简单的服装穿出了高创意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想要给美女学习服装穿搭的技巧，今天小编在街上看到一位十分的青春妩媚的小姐姐，修身的设计完美地展现了小姐姐婀娜多姿的身材，十分的性感妩媚，黑色的长发带着淑女的柔情，小姐姐长得十分的青春动人，一双柳叶眉完美的勾勒出了小姐姐温柔婉约的气质，眼角含唇说不尽的妩媚风流，淡淡的妆容给人一种十分的清纯可爱的气质，明眸皓齿，丰腰玉臀，再加上小姐姐白皙的肌肤，这样的美女无论是走到哪里都是最亮眼的存在。微微一笑百媚生，紧身装勾勒出丰腴臀线，也只有这样精致的容颜才配得上。小姐姐上身穿着刺绣抹胸装，古典风的感觉，尽显清秀儒雅的气质，十分的甜美迷人。修身的设计完美的勾勒出了小姐姐的身材曲线，虽然小姐姐上围部分并不是很饱满的，但是仍然挡不住那女生的气质。给大家分享下图气质小姐姐，短裤是小姐姐们的最爱。今天小编在街上看到一位十分的青春妩媚的小姐姐，一头金色的长发自然的披散在肩膀上，在阳光的照射法散发出迷人的金色，增添了几分高贵的气息。小姐姐紧手峨眉，尽显娇柔体态，低着头玩手机的样子多了几分认真别致的美感。小姐姐 A 穿着黑色的短裤搭配上黑色的吊带上衣，完美的展现出了小姐姐的好身材，当然最美的还是小姐姐的一双迷人的双腿，十分的吸睛。气质小姐姐一双美腿细腻光泽，底力芳华，小伙儿都忘了回家的路，身后的小伙子原本应该转弯的，但是没想到直愣愣地走了过来，幸亏身旁跟着自己的老妈，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虽然看着有些搞笑，但是不得不称赞小姐姐的身材颜值绝对是女神级别，要不然也不会有此效果。